我哋知道有好多方法去赞美同埋去敬拜。今日我哋开始我哋嘅敬拜嘅时候，让我哋用歌声，用我哋嘅声音去充满呢个地方，将我哋嘅赞美献俾我哋嘅神。我哋用一首诗歌，一首赞美的诗歌。让那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，让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，让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。让那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，让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，让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。人活着原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，你是配得荣耀。人活着原是要将荣耀归你，一首赞美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。弟兄姊妹，大家一起起立，让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你想想自己现在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很忧虑的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很困难的，身体有没有软弱，或者你有没有痛苦甚至到困难，让我们将这些东西交回给我们的主，让我们放低，因为生命最重要的事不是去忧虑，不是去注眼在我们的困难，而是将一切的荣耀、一切的颂赞、一切的敬拜献给我们的神。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，一首赞美的诗歌。原来赞美的声音在这空间响遍，让那敬拜的心声永不休止，让我心中所有意念此刻都交主的手里，心中只想献奉我深深敬拜。人活着原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，你是配得荣耀。人活着原是要将荣耀归你，一首赞美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。人活着原是要歌颂赞扬创造我的主，你是配得荣耀。人活着原是要将荣耀归你，一首赞美的诗歌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。愿带我到宝座前敬拜。大家请坐。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、全知的神、全备的主，但祂亦都是爱我们的主。我们本来是不懂爱的，我们讲到爱是什么呢？
是喜爱，是溺爱、偏爱，甚至都是恋爱。但神却将牺牲的爱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是牺牲的爱。牺牲的爱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耶稣里面。我们信了耶稣的人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，因为爱在耶稣里面。让我们活出这份的爱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好爱我们，你爱到一个地步，将你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为我们的罪献上，唯有是为自己的罪要拯救我们。主啊，你给我们有很多的，你给我们有恩赐，你给我们救恩，给我们的时间，给我们有力量，又赐给我们有家庭，给我们有我们的朋友和邻舍。主啊，多谢你，求你帮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去每一日去跟随你，将你最好的献回给你。将你最好的献恩主，献你青春的力量，将你纯洁热情心的忠心为真理打仗。主耶稣，你有何榜样？
Joy, boy.